我来的不是时候呢。不，我想你来的正是时候。系统时间20:47:15，你很准时，卡夫卡。艾利欧看见的未来是不会出错的。刚刚的爆炸是怎么回事？这也在他的剧本里吗？在。系统时间20:44:59，爆炸产生的脉冲造成了主控系统的大面积瘫痪。是你做的？反物质军团干的。他们在两个系统时间全面入侵了空间站。我们需要和军团交手吗？不知道，艾利欧没有说，那这件事就不重要。嗯，明白了。那么从现在开始，行动由我接手。收到。这次能让我玩得开心点吗？之前几次的行动都很无聊呢。抱歉，今天的任务非常枯燥，仅仅是把目标放进去而已。但想要找什么乐子，我都不会拦着你。毕竟艾利欧没写在剧本里的都无关紧要。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弱了？我能用来的兵力就这么多了，你也不想这里被军团的主力盯上吧？只有这种货色，拖不住星穹列车那伙人呢。放心，一只末日兽也来了。呼吸的感觉。美妙的时光总有尽头，该说再见了。把它丢哪儿去了，银狼？随手打的坐标，没什么讲究。你很关心那只虚族的去向吗？不关心啊，只是不管看几次，我都会想，你的手段还真是不可思议。修改现实数据而已，不值一提的小把戏。你刚刚看什么东西那么津津有味？也给我瞧瞧。黑塔的玩具，空间站收藏的奇物目录。里边有很多有趣的东西，比如有一把枪，能给他准星里出现的生物打分，从0到100不等。这哪里有趣了？你不好奇自己会得多少分吗？我还挺想知道的。好啊，要是顺路的话就去玩一下吧。目标地点在哪儿？沿着左边门后的回廊继续深入，
有个放置了某种奇物的房间。星河就在那里，他能告诉我们星河在哪里。提示一点，谁知道追随之事？前面是空间站的核心区域。反物质军团的虚族会很多。好，记住还能呼吸的感觉，很快就好。哟，敌人刷新了呀。体验该优化了，就这速度太慢了。听，有什么东西在前面？看来被埋伏的是我们，可惜被包围的是他们。索性都干掉吧。快就上钩了，体验该优化了。就这速度太慢了。记住还能呼吸的感觉，美妙的时光总有尽头，该说再见了。一个人都没有，疏散做得相当彻底呢。是黑塔亲自下的指示吗？看访问记录，那女人都大半年没登陆过这里了。避难工作是由代理站长，一个叫艾斯达的人指挥的。没听过的名字啊。
艾利欧好像说过我们不会碰上黑塔，看来他是真的不在。星河在哪里？艾利欧的剧本没有提到星河的具体位置，也就是说在他看到的未来里，我们并不是通过物理移动手段找到星河的。这空间站里匪夷所思的东西那么多，有这样的奇物也不出奇。用奇物隐藏奇物，的确是那女人会干的事情。哎，你翻了那么久目录，想必有头绪了吧？必要的线索都有了，接下来只需要一点小小的技巧。帮我调查下房间里的终端设备，奇物或许就在里边。好，看你表演了。整个空间站都在监控画面里了，但我没看见星河。就算有也是陷阱，黑塔的收藏不可能对外展示。这是监控室，你还是过来吧，这样调查一点也不效率。所以直接把监控系统啊、哦，原来简单粗暴，但行。奇物编号21，黑塔用这么简，越简单的手法越不容易。又数据上看，穿过去看看呗。这点子有意思，不愧是天才俱乐部的人呢。有套独立的防护系统，看来对黑塔而言，星河不是寻常的藏品呢。取得出来吗？当然，在骇客领域，就算天才黑塔也不是我的对手。好啊，那载体的准备也拜托你了。准备好了，你来决定吧。艾利欧说过，这个选择会改变很多东西。艾利欧也说过，做出这个选择的人必须是你。要给他一个新的名字吗？Thank you.
愣着干嘛？舍不得？是啊，一直都是我们从别人那儿抢星河，送出去还是头一回呢。多少？至少会记得你。该起床了。这儿，一个空间站，不重要。听我说，你的脑袋里现在一看，这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我要走了，听我说，接下来你会遇到很多危险，而在旅途的尽头，这就是艾利欧所遇见的以及你将抵达的未来，喜欢吗？这就对了，听我说，我就是喜欢这样的你。还要说多久？按照剧本，星穹列车的，我知道，英郎，再一会儿，就一会儿，时间快到了，我该走了。听我说，很快就……当你有机会做出选择的时候，不要让自己后悔。这个人的坐标不是由空间站发出的，都这时候了还计较啥呀？这个大活人就在我们眼前，心跳和脉搏都很稳。啊，我没天，住口，人醒了。你没事吧？听得清我？那可麻烦了，能努力回。我是丹恒，这是三月七，这座空间站遭到了反物质军团的袭击，我们是受艾斯达站长的委托。对呀，粉色头发，个子小小的，那个孩子也太没威信了，连员工毁灭纳努克的打手。你们运气很好，我们很快会把入侵者返回主控舱段，星穹列车也停在那附近。我和丹恒是星穹列车与黑塔女士，结果桌上这么大的事。你没？那是一辆神奇的列车。等回到主控舱段，你和三月一起回去吧，防卫科的阿兰。嗯，也行。这个军团在太空站疯狗似的乱窜，返程的路只是个建议。这里到处都是稀奇的玩意儿，也就是所谓的奇物。黑塔收集这些东西又不用，净隔着吃灰，也不知道图啥。啊，是反物质军团，这帮疯子流窜过来了。
一下，来尝尝本姑娘的厉害。习惯战斗的耶。待会儿我们坐中间那台电梯。说真的吗？算了。以自己的意志抵达结局吧。啊，我就知道。没，电梯好像锁坏了，按键都没反应。唉，要是万能的丹恒老师在就好了，他懂一堆莫名其妙的东西，没准连电梯也会修。那个我不会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怎么比我们还快？我走另一条路，从上面一层绕过来的，正好在监控室看见你们。阿兰也在监控室，他受了点伤，但没生命危险。啊，你找到他了呀？阿兰他知道这电梯怎么回事吗？既然是防卫科的负责人，应该知道吧。那我们去和他会合吧。
速战速决吧。让开，我无意挑起争端。就是现在。我还挺能打的嘛，看我的。要开始了，争斗并无意义。这次咱可没拖后腿。女士，请你们来支援这里的吗？巧合而已，黑塔委托列车寻找的仪器到手了，我们按照协议返回交付，不想正好碰上了遇袭现场。反物质军团为啥会盯上你们？我看他攻击的目标就是空间站，对星球地表毫无兴趣的样子。我也没什么头绪，军团来得十分蹊跷，站内的防卫系统突然失效，没过多久那些家伙就出现了。小姐，艾斯达站长第一时间组织疏散科员，我本该负责掩护所有人撤离，但没想到最后还是大意了。不要自责，你伤了腿和惯用手，藏身在这里避开与军团正面交锋，这个判断十分冷静。对，大部分科员已经去避难了，当务之急是返回主控舱段组织反击。所以你知道电梯怎么用吗？它启动不了了。撤离完成后，为了防止军团进攻主控舱段，电梯的权限暂时封锁了。艾斯达小姐委托你们来找我，应该有给你们解锁的密钥吧？好像是给了我一张卡。三月。我不记得放哪儿了。你啊，我找到了。我该既然密钥找到了，就赶快开始吧。电梯的权限用那边的操作台就能解锁。等一下，我这绝对不能让军团利用烦请各位。什么各位啊？我行动不便，会你不必担心会拖后腿。就是啊，我和他反物质军团就交给我了。
反物质军团入侵这里的目的有什么头绪吗？阿兰，无非是冲着黑塔女士的藏品来的吧？但都这样了，为什么还……我听闻黑塔女士的藏品中有一颗星核，那不是我这种身份的人能够接触到的信息。这里桥关闭了。嗯，这样多多少少可以拖延敌人一会儿。是流光逸庭的技术，由于它能将记忆随身携带，是非常厉害的强化类器物。据说公司花了大价钱买下了使用权，但黑塔怎么弄到手就不好说了。这几张光锥的来路是正当的，我只能说到这里，你们先带上吧，它对战斗很有帮助。Thank you.
天死虚实，一念之间，洞天幻化，长梦一绝。速战速决吧，轮到你了。喂喂喂，打不过就群殴，是不是玩不起？每次都搞得这么惊险，不过回来就好。小三月、丹恒，辛苦你们了。啊，姬子，你早点来嘛！最后那票反物质军团和蝗虫似的，咱可是用剑的，打起来多费劲呀！来得早也没用啊，我的轨道炮倒是能打掉一片，不过黑塔回来看见空间站这模样，非找我们算账不可。你没事吧，阿兰？艾斯达很担心你。哦，我没什么大碍，伤口包扎下就好。谢谢你们，我先向艾斯达站长汇报情况去了，再见。嗨，初次见面，我是姬子，星穹列车的领航员。也就是说，列车怎么行动都听他的。这一路过来，小三月没给你添什么麻烦吧？嗯，你想好再回答哦。嘿，咱是年轻人，就该朝气蓬勃，勇往直前嘛。他这个人挺有眼光的，是吧，大恒？我有权保持沉默。年轻人就是容易打成一片，看来你们已经相当熟络了。走吧，艾斯达可担心你们了。正常，遥测信号频率偏高，必须维持在平均水平。根据预测，军团即将进行10个波次以上的连续袭击，大家扛住。艾斯达站长，我们回来了。啊，你们平安回来了就好。阿兰刚刚来过了，收容舱段的事他都告诉我了。嗯，还有他的伤，多亏你们的帮助。灾难当头时，越发体会到科员才是空间站最珍贵的财富。我们对突发事件的准备实在太少了，忽略了安保和战斗人员的建设。倒是你们星穹列车的成员个个身手不凡。空间站当下情况如何？目前状况还在控制之中，安保系统受到的破坏很轻微，入侵者只改写了少数核心数据，因此很容易修复。潜在的风险在于科员们，他们非常信任黑塔女士，根本没想过空间站会被军团攻破。相较于肉体的伤势，精神上的恐慌更加可怕。我们去和科员们聊聊吧，这种时候大家都不希望空间站的内部再出现意外。你试过联系黑塔了吗？我发了很多封信件，全都石沉大海。妻子小姐了解他的，空间站就是他收容追随者和奇物的仓库，完全没放在心上。我就知道。没关系，我也会向黑塔发信，说他要的奇物我们带来了，至少这个对他还有点吸引力。
那就帮大忙了。Thank you.